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我是老胡，在多伦多向你问好。今天是2022年5月11号，农历4月11，星期三。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新冠肺炎加拿大疫情数据，多伦多五月底空中喷杀虫剂，约克破获跨国人口贩运，加国房价来年料跌一成，多伦多警员凌晨醉驾，宾顿校园被封锁，水泥板砸断403高速，比尔盖茨确诊新冠肺炎。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首先是疫情的情况。安省疫情5月11日，安省新增1995例的确诊病例，今天与病毒有关的死亡人数为29人，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3020人，住院治疗人数为1528人，重症监护室有176人，81人需要使用呼吸机。省实验室昨天总共完成了20465例的检测，阳性率为11.3%。截止到昨天晚上，安省总共注射了3299万剂的新冠疫苗，12岁以上一级注射率已经达到93.1%，完全接种率为91.2%，18岁以上有60%的人接种了三剂疫苗。魁北克疫情，魁北克5月11日新增1101例的新冠确诊病例，住院治疗人数为1847人，死亡人数新增23人。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5201人。截止到5月11日中午，全加拿大累计确诊大概是381万，比昨天增加4300多人。累计死亡是39891人，比昨天增加60多人。累计治愈大概是351万，现有确诊大概是242000多人。多伦多五月底空中喷杀虫剂。多伦多市政府宣布会进行空中喷洒杀虫剂行动，以保护树木免受五毒蛾的侵害。市府表示，将于5月下旬开始在空中喷洒杀虫剂，行动会持续至6月中。五毒蛾过去被称为欧洲吉普赛蛾，是一种入侵性落叶昆虫，会进食多种不同树种。彻底清除五毒蛾是不可能的，因为该种昆虫在整个北美都已根深蒂固，会采取多种干预措施来管理五毒蛾，包括向树木注射软化清除及地面喷洒杀虫剂。只有当五毒蛾的数量上升至可能会对多伦多的树冠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时，才会使用空中喷洒杀虫剂的行动。喷雾剂将处理约800公顷私人与公共土地，预期这些土地今年将出现高五毒蛾种群。喷雾区居民不需要采取任何特殊的预防措施，所有杀虫剂对鸟类、人类、其他哺乳动物、成年飞蛾、蝴蝶、蜜蜂及其他昆虫都无害，并已获得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但市府表示，希望避免接触杀虫剂的人士可以在喷洒期间及喷洒后留在室内。多伦多市长庄德利表示，空中喷洒杀虫剂的计划将协助减少入侵性昆虫对树木造成的巨大损害。多伦多的树木为市民及野生动物提供光繁华宁效益，必须得到保护。安省及整个北美的市政府都会开展类似的喷洒杀虫剂计划，且计划已被证明既安全又有效。约克破获跨国人口贩运，约克区警方正在对一起强拍劳动案件进行调查。一名44岁的加拿大皇家骑警遭指控犯有人口贩运罪。警方说，在接待一名受害者向警方报案后，调查于4月开始。受害者以前住在墨西哥，为了一个就业机会被安排来到加拿大。受害者的雇主在岸上叫着聂，当他到达那里时，被要求在非常恶劣的工作条件下照顾动物，这与协议不符。警方于5月3日逮捕了被告乔治内亚镇的蒙坦，并指控他贩卖人口、伪造、虐待动物和持有违禁设备。加拿大皇家骑警周二发布消息说，他们已经得知他们的警员被捕。原来蒙坦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多伦多北区跨国有组织犯罪小组的成员，他们正在与约克区警方合作继续进行调查。约克区警方调查人员说，他们相信可能有更多的受害者从墨西哥被带来加拿大，希望这些受害者站出来。任何因移民身份问题而犹豫不决的受害者应该知道，根据加拿大法律，他们有权获得支持和保护。加国房价来年料跌一成，根据经济研究公司预计，未来一年加拿大房价将下跌10%。随着疫后民众结束在家办公，对市郊区域的置业需求减弱，偏远小镇的房市震荡尤为明显。不过，华裔地产经纪认为，温、本、列等黄金都会区土地有限，加上外来人口不断迁入，房市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加拿大高级经济学家布朗表示，从历史上看，
这样的跌幅是非常剧烈的，即使在1980年代按揭利率以两位数的速度上升时，当时房价从高峰跌至低谷也只下跌了9%。一成跌幅对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来说是相当大的，但在大流行以来房价上涨的背景下，只会至多影响到约五分之一的房市。如果这样的预测成为现实，偏远地区的房价下跌现象将会较市中心更为明显。疫情期间价格上涨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由规模较小、远离城市的市场推动的。住房价格无论其相对于收入而言是否升高，一直是本国民众关注的热点议题。但总的来说，在之前的周期中，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发生在2018年，也就是最近的一次房价飙升。实际上，主要是由大批涌入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的海外移民所推动的。而这一次，随着远程工作的灵活性增加，人们纷纷搬离市中心，房市引擎转变为市郊。其中一些地方的房价确实飙升，而且很多小型城镇的楼市供应更为灵活。这些城镇周围有足够的空间，在建造新房时，亦较温哥华更具延展性。供需正在发生变化，加之利率上升，更多人开始回到办公室办公，对这些偏远地方的购房需求也就相应减少了，导致当地房价跌幅最大。当利率上升时，房屋销售通常是第一片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事实证明，温哥华、多伦多房市活动已呈现下降趋势。多伦多警员凌晨醉驾，一名有组织犯罪科探员承认不清醒驾驶的指控，可能要面对降级的处分。这是多伦多警队不足三个月内被控醉驾的第三名警员。承认醉驾的警员普雷比是多伦多警队有组织犯罪科，已任职7年。他在警队法庭上对不诚实的行为致歉及认罪，即可能要面对降级的处分。普雷皮在庭上表示，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懊悔，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多伦多警队的文件指出，普雷皮于2021年12月10日凌晨驾驶汽车中，因未有发出信号而转入皮克伦的博克鲁而被截查。警员在普雷皮的酒精呼吸测试中验出他体内的酒精含量超标，他于2022年1月承认醉驾的指控，被处以2000元罚款及停牌1年。警队检察官表示，普雷比的不当行为不可原谅，损害了公众对警队的信任。多伦多警员侯森数周前在401高速公路上追尾一辆货车，被控酒后驾驶、粗心驾驶和醉驾。3月4日，另一名多伦多警员克拉克也在401号高速公路因醉驾造成三辆车相撞事故，且引致他人受伤。宾顿校园被封锁，位于宾顿市的一所学校在5月10日被封锁，因为有人看见一名青少年拿着斧头站在校园外。皮尔学警方在中午12点半左右表示 Fletcher Public School 已被封锁，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警方已经封锁现场进行调查，目前尚不能确定这名青少年是不是该校学生，以及他是否要对某些人施以威胁。在校内搜索的时候未发现涉案青少年。水泥板砸断403高速。5月9日，安省403号高速公路布兰德福德路段的道路双向关闭，一座立交桥的桥身断裂并砸到公路上。下午1点多，一辆可能载有前端装载机的商用机动车辆撞上了温尼帕克维桥，碰撞导致这块巨大的混凝土坠落。这块混凝土板似乎是大桥的防撞板，该防撞板是为了在发生碰撞的时候保护大桥。这是半年来该桥第三次被撞，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比尔盖茨确诊新冠肺炎。微软 Microsoft 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其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有轻微症状，目前听从专家建议正在隔离中直到康复。盖茨早前已经接种了3针新冠疫苗，他表示自己很幸运能够接种新冠加强剂并获得检测和优质的医疗服务，又提到将继续与伙伴合作，尽所能确保所有人都不必再次面对疫情。汇率和天气预报，5月11日的汇率是100加元大概兑换 518.4 元人民币。明天5月12号的天气预报，渥太华14度到31度少云，多伦多12度到20度少云，温哥华6度到9度雨，魁北克13度到27度少云，卡尔加里2度到16度少云。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多谢您的支持，衷心希望你能订阅此频道。再见。